哎，啊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？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？想好去哪家餐厅了吗？啊，都行，去一下我们没去过的呗。听说市区还有一家不错的，叫 Second Minutes， 我们去那家吧。好啊。 两位好，这边请。好，两位的南瓜汤。好，谢谢。慢用。先生，菜单。小姐，菜单。哦，有什么需要尽管叫我。好，谢谢。 桌那个你客人的包，Gucci的，限量版，据说要5万块钱呢。像我们这种人，估计待满600个小时也不一定买得起那种包。真是人比人气死人。怎么不吃？ 你管闲事儿！算你走运啊！狐狸精，要是再有下次，冷了绝不会放过你。你软封原点儿，再多的他，下次把你给打死。怎么走？还好吗？能动吧？能动的话，那就快起来吧。这是店门口，别妨碍别人进店。 下次光临。来看看吧。怎么样？满意吧？嗯，真的挺不错的。签合同吧，我定了。哎，好。哟，盛楠回来了。来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新室友，他叫倪锦，他定下来要租了。